做三个深呼吸，吸气，停止呼吸，三、二、一，吐气，再吸，闭气，三、二、一，吐气，最后一次，吸，三、二、一，吐气。感受身体最放松舒服的感觉，让这个放松的感觉散布到全身，这种放松的感觉在身体里扩散，就好像石头掉进水里产生涟漪一样，一波一波的扩散到全身上下，每一块肌肉，每一条神经，每一个细胞都完全放松，你的身体很享受这种平静放松的感觉。随着时间的经过，这种放松的感觉越来越强烈，全身各处都能感受到这种美妙的感觉。让这股放松慢慢扩散到你的皮肤之外，形成一层属于自己的防护罩，全身都被这层防护罩包围着，保护着。你可以随着自己的喜好，让这一层防护罩像云彩一样包围着你，或者是薄薄的一层紧贴着自己的皮肤。你可以按照自己想要的去制作属于自己的防护罩，你可以依照自己的需要去使用这个防护罩。防护罩的用途是没有极限的，你可以用它来过滤掉不好的磁场，也可以用它来阻挡不好的感觉，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扩大器，让你想接收讯息或发出的讯息都扩大。它可以帮助你变得更敏锐，更能轻易地了解别人，也能让别人更懂你。你所制造的防护罩可以按照你所希望的任何方式去使用它，它的能量是没有极限的。现在开始去使用你的防护罩，让它为你带来全身舒畅。你越去使用防护罩，它就会变得越强大。任何时间、地点，你只要想，防护罩就会出现。接着做三个有意识的深呼吸，再慢慢睁开眼睛。